你第一设计，设计徐勉强一时，是你先对付阮爸，才好养民族。哎，我变作是你，总有一天你跪伫我的面头前。你接近洪杰，到底有啥目的？你若是无想要等伊拢我来，他后背。哇，你啥物个口音是呢？一个查某人对你一点仔好处都无。只要我教伊，你拢要甲毁掉。你真正让我就失望了，你后悔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抛声曲艺魔鬼线条。玉如，安怎？洪姐是不是跟可可做伙？我真生气，冲入去，结果去得罪着对方，让洪姐骂到臭头去。洪姐甚至讲，伊要跟我分手。可是我来跟洪姐无得登记，你得爱负责啊！这个送我礼物了，兄弟。哎呦，你算小嘛？那你叫人骑车弄阮爸这条线，你还算了到？今妈，你妈妈已经搞过出来啊！以后你爱应付的查某，就拿菜品有钱。你来找我嘛，老婆？刚我想讲，妈来找你的麻烦。我要来找你，不就错啦？啊，不是都一出来啊？哈！你卖对我起下动手好不？我巴肚底有囡仔，有囡仔干哪哈？啊，真了不起哦！你接近洪杰，到底有啥目的？是安怎一定要破坏伊的婚姻？这段婚姻哦，那是真美满，别人要哪有机会当破坏？好啊，哪里我都听破你的嘴。和你不阿多，我伫个洪杰去讲话啊！你先别到底出来啊！你先别到底出来啦！报告，你不爱好好做当事，你愈不爱好好做，我就愈想要做。不然到时候我提着当事对你大亏啊！我要做无，你是不爱，我就是不爱好你做。我该给你当事。可你唔当问题，只要个关系，我多谢我是看我广告。你又假派一条人命呢！洪姐，我唔知你妈想做向阳牙膏，我真正唔知影我无。你真是万一相信，嘛不会相信妈妈。我敢相信我目睭看到的，我看到你要甲看我害死，因为你叫我离开，我唔肯。妈，你就是，只要我教伊，我珍惜的，你拢要甲毁掉。